像汶峰那个地方进去100万立方，一个两个村庄哦，三个村庄了，还有水利村，三个村庄进去100万立方，你看楼也高高亮亮的，到昨天为止才清理完毕，我清理完毕要帮你跟艾山凯西来求，所以这里又下雨，碰到下雨，所以螺丝拆架啊，在就赶过来啊，所以我才能够这样子做，所以这里在背景因素下。那第二因素，光光什么？他们知道，他就会怪罪我们。所以县长您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林北的地方是1000万，那不止四万了、啊。所以说是我们先要。就是我们早上我刚刚去，然后我再刚去到台24线，平31，我再把它再走过一次。那有一些困难，但是我们就啊，这些困难的地方没办法做，那我们可以做的要把它做完，就平山公路，平山公路是4000多万嘛。老师要我就赶快来做。那平31跟台24线，我向大家说明一下，台24线的一拉桥，本来这么短，人家现在变成这么长了啊。那经费有大陆的贷款，好，那就交给是大陆贷款，还不过。对，要念，就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。我现在说，我说你啊。最近发现呢，原来另外一端顺向坡。哎，然后这个不要跑的哈，我不唱了，我不要唱了。另外一端顺向坡啊，最近才发现的。是哪一端？我们判断是在靠山下。靠我们这边。要上德文的那个平31线，那个地方也摊得很厉害，而且几乎没办法做。没办法做，公共工程委员会就建议说，我们不要再回顾过去的那种路况，你回顾那种路幅的话，以后永远看不完，永远做不完。所以他要建议我们减重修复，可能就那这边我们因为工程委建议我们要简易修复，我们这边没有定案的话，它就影响了台24线了，因为它在台24线的上方，它就会影响边坡，一不断的边坡，即使台24线很多地方做泥隧道还是。算起来还是会垮掉，还是没有用，所以这地方还是要解决。就说，光光省委会就确定就叫我们不要再做那么大，就说沿着山壁做简易修复就好。所以这边实际上困难，所以平山实现时间会有些路段是今年年年底可以好，有些路段恐怕一年以上。啊，这个。一直上如此哈，真的是无可奈何啊，平山行。但是我们尽可能把它修到替代路线可以进出了哈。特别要检讨一下到大社的那一段，大社那一段是要怎么清除呢？那个地方如果一直把它当作是乡道的话，是县来维护的平山行的话。县政府这几年来投资那边的钱非常多了，我们在考量是不是能够把它变成是村里道路就好，是村跟村之间的村里道路都不要变成乡道，乡道通常都是县府在维护，所以我们要报公路局，这个乡道把它降
降成为村里道路。